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水果的小知识。榴莲千万不要放进冰箱，当然不是因为它的味道大，而是因为像榴莲、芒果、香蕉、菠萝这一类热带水果的特殊性，它们适合存放在12摄氏度左右的室内阴凉处。如果放进冰箱，这类没熟的水果就无法熟，熟了的放进冰箱呢，则容易变质。怎么样，学到了吗？